最新轰动消息。是个副部长很有空，他出现在现场。结果网民放话，这集我们罢看。综艺玩很大玩到森州，拉队到鸵鸟园拍摄。台湾人气外景节目综艺玩很大玩到森州来了，相隔五个月节目组在拉队到大马拍摄，首站在芙蓉班底路鸵鸟园玩很大。张胜文、左与吴宗宪同样身穿红色衣服艳丽出场，而张胜文也是拍摄的特约嘉宾之一。图星洲日报。森美兰芙蓉六日讯，台湾人气外景节目综艺玩很大玩到森州来了，相隔五个月节目组在拉队到大马拍摄，首站在芙蓉班底路鸵鸟园玩很大。节目组原定在下午五时抵达，不过芙蓉的天气似乎也和节目组玩很大地下起了雨，直到约五时三十分才全员抵达准备拍摄。除了台湾本土天王吴宗宪外，参与拍摄的艺人还有林柏生、张立东、白吉胜、徐小可、 Energy、 阿弟、 Melly、 贝彤彤及吴彩珍。拍摄团队将在森州逗留四天，直到九日。除了鸵鸟园外，还会到芙蓉公室和波德森名胜地点展开各种游戏，粉丝要注意了，说不定会捕捉野生的本土天王和艺人窝。马上转发。